性别、年龄我都做了啊，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什么呢？后面还有针对性别、年龄啊、教育程度啊，然后我可以把年龄拖拉按 Ctrl 键哦，再拖拉按 Ctrl 键，然后把这边先改一个，比如说教育程度好了哦，然后名称改完之后，拖拉一下这个这边有的扣哦，Ctrl C，然后把这个改一下，然后这边也改一下哦，就是这上面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里面的资料不对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把它拖拉上去，然后再拉下来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其实应该会快一点点了哈。不过还是我觉得哈，比较快的方法还是真的要写程式啊。程式写完之后哈，这些全部都按一下，啪啪啪啪，全部都自动完成了哈。啊，但是如果不写程式啦，变就土法炼钢嘛哈。然后这边占的比例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。一样啊，再去做修改，所以第一个是百分比，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，这边改百分比，哦，然后这边出现，我把它改成取到小数点的整数，然后教育程度二的话呢，就是把它改成就是出生的格式改成通用格式，改回来它就变数字了，啊，宽度的话自己再调一下，格式的话自己再针对这个不同的结果哈。产生用不同的格式给它好了，这边的话自己再换一个颜色，把它分别哈试试看。其他的话反正就是先熟悉一下枢纽分析表的相关功能啊，其他在这个里面还有哪一些呢？还有职业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问卷里面教育程度最多的好像还是大专啊，大专跟大专以上的啊，所以相对的。会看杂志啦，会有阅读习惯的，好像也是因为你的学历跟学历好像有一点点关系哈、哦。那职业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再拖拉一个，然后把这边再增加一个职业哦。也许你可以再针对职业别，然后里面的话统计一下，所以可以把这个拖拉回去，这几个哦，然后再把它往下拉，分别拉下来哦。然后这边的话再把它改一下，这个就是百分比。好，然后小数点呢，把它去掉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哈，就是把它改成按右键储存个格式，改回通用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哈，顺便讲一下，就是如果说你希望呢，按照那个顺序排列的话，比如说呢，像职业好了哈，或者其他前面都一样。如果你希望呢，百分比多的在前面，百分比少的在后面的话。那我早上有提到，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排序。那像这个是没有多栏排序啊，就是针对什么？针对百分比排序的话，你游标只要放在 B 栏的 B4 好了，或者是 B 栏的其中一个地方，按下 Z 到 A 就可以了啊。如果你要排序的话，你也可以什么？游标放在 B4，然后呢，按下资料里面的 Z 到 A。它会按照什么呢？百分比自动帮你排序。OK，啊，可以马上看到哦，这个地方哈、哦，那个什么广告是直接也是做广告设计是最多的哦，所以当然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它做的笔记上面啊、哦，这个就直接是最多是广告设计哦，所以它可能有个针对哪一部分哦去做统计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。做出一个大致上把那个问卷结果哈、啊，做一个前置的稍微了解一下哈、啊，至少知道一下你受访者的一些相关背景资料的统计啊，就会比较快的显示出来啊。那后面的话，当然我们还会讲到有关多栏的分析哈、啊。那多栏分析部分的话呢，我们主要后面在第100页哈、啊，有一个分析什么？分析年龄跟。那个什么呢？这个广告设计相关杂志，就是哪一类的杂志哈、哦？那个不同年龄喜好的杂志类型有没有不一样？一定会不一样。那有哪些不一样？喜欢的点有没有什么差异？是不是可以按照那个枢纽分析表，给我一个答案哈、哦？所以这边的话，也许待会可以看看。我们先。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来看那个就是100页这边哈，多栏分析。